这是一起让警方都感到无比残忍的离奇分尸案。一名死者不但被凶手肢解成二十多块塞进袋子扔到了野外，而为了掩饰死者的身份，凶手甚至将死者的指纹和脸部直接戳成了稀烂。勘查的警员在周围一共找出13个装尸的袋子，如果这些里面装的只有一个死者的尸块的话，那被害人的体重最少要在160-170斤左右。经验丰富的上队看着现场，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他疑惑，既然凶手有毁掉指纹这种反侦查意识，那又为何不将尸块分散，反而集中全抛在这一个地方呢？然而更让警方意外的是，法医小夏在对死者的头部进行检查时，竟意外在被害者的口腔中发现一张购物的小票。根据凶手毁尸掩盖死者身份的动机，他怀疑这张小票应该是死者意识到自己即将遭遇不测时，为了揭露凶手留下线索主动吞下去的。除此之外，法医根据耻骨闭合程度确认死者是一名45岁左右的男性，致死伤为头部后脑的一处凹陷性击打伤，死亡时间大概在3天前的傍晚左右。小夏在拼接尸块时还发现一个很不寻常的事情，那就是凶手不但非常准确地从关节处分开了死者，而且还刻意将被害者的所有内脏都放进了一个单独的袋子里。由此小夏推测，要么这不是凶手第一次作案，要么凶手就是一个有相关解剖经验的外科医生。很快，警员小凯根据小票上的信息找到了一家蛋糕店，在表明身份和来意后，前台看着票上的信息称，这是一个名叫熊美玲的女士3天前为她的女儿订的生日蛋糕，而且此人是他们蛋糕店的常客，所以会员信息里也恰好有她的联系方式。上队得到线索，立刻将买蛋糕的女人带到了警局。而熊美玲在得知小票和命案有关后表现得很无辜，她称自己根本就没有保存小票的习惯，3天前她买了蛋糕可能随手就把小票给扔了。上队见状劝女人不要激动，并询问她3天前的傍晚左右在哪里。女人仔细回想了一下，告诉警方由于3天前是她女儿的生日，下午她从蛋糕店拿来蛋糕就和家人们一直在一起，当时孩子的姥爷、叔叔和婶婶都可以为她作证。上队看着照片，突然发现孩子的爸爸没有在里面，女人很坦然地说道，她的丈夫在8年前因为一场车祸被烧死了，这些年为了照顾女儿，她也一直没有再婚。为了核实女人的口供，小凯二人分别找到了3天前一起参加小女孩生日的人，从他们口中得知，由于孩子这些年没有爸爸，所以作为亲人的他们就想着趁机会多陪陪这对母女，再加上两个孩子在一起贪玩，因此9点多快10点他们才各自回家。回到警局后，众人认为这家人的口供看上去都没有明显的破绽，而且警员小倩也调查了熊美玲的身份，发现她名下有一家经营不错的高档餐厅，她认为一个事业和家庭和睦的人应该没有杀人的动机才对。而小凯也感觉死者口中的小票或许是凶手在路上偶然捡到的，而此人故意塞进去极有可能是在刻意扰乱警方的调查方向。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当技术科根据死者的体质和年龄对戳烂的面部进行恢复后，不料竟意外发现死者看上去居然和熊美玲的小叔子高军长得极为相似。而根据调查，比高军大4岁的哥哥高天在8年前就已经出车祸死了，而且除此之外他也没有其他的兄弟。那被分尸的死者究竟是谁呢？为了搞清楚真相，上队立刻拿着复原结果找到了高军，而他在看到照片后也感觉上面的人和他8年前遇害的哥哥很是相像。小夏为了更加准确地确认死者身份，他拿出棉棒采取了一些高军的唾液，准备回警局与死者进行比对。临走时高军还告诉他们，当年他的哥哥出车祸时，负责调查的保险员也这样采取过他的 DNA 做过对比，正因如此才确定了出车祸的人是他的哥哥。随后上队二人又找到了熊美玲的女儿，也提取了一些唾液样本。回到警局，技术科立刻将两份样本与死者进行了检测比对。上队这边也调出了8年前的车祸档案，资料显示当年高天路过山上一处急弯时，由于下雨路滑摔下了悬崖导致车子燃烧，等警方赶到的时候，高天的尸体已经被烧得完全碳化。保险公司根据高军的 DNA 和现场的钱包确认了死者的身份，最后根据协议赔偿了家属1000万的赔偿金。上队听后很疑惑，因为如果当年车祸案已经通过 DNA 证实高天已经死了的话，那这次碎尸案的死者为何复原面貌后和高军如此相像呢？而让他更没想到的是，当技术科的检测结果出来后，报告显示这次碎尸案的死者竟然同样与高军有着血缘关系，而且技术科也对当年保险公司保留的车祸样本进行了检测，结果和8年前的 DNA 检测报告一样，那具当年被烧焦的尸体也确实与高军有着血缘关系。而这也就说明除了高天和高军以外，高家兄弟还有另一个哥哥或者弟弟。得到线索，警方立刻再次找到了高军，不过他却坚称从小到大他只有高天一个哥哥，而且也没有听父母提起过还有其他兄弟。为了找出第三个人的身份，警员小林和小凯开车来到了高军的老家，他们在派出所户籍科的帮助下找出了40多年前的档案，可上面还是只记录着高天和高军两个兄弟。二人认为 DNA 的检测结果不会出错，于是接着对周围的村民进行了走访，结果碰巧有个70多岁的老大爷之前是高家的邻居，他看着高天的照片告诉警方，40多年前高家生了一对双胞胎，不过根据当地的说法，
双胞胎一起养的话只能活下来一个，所以老高家就把其中一个孩子送到了林氏，而且当时还是他和老高一起去送的，留下的这个孩子取名叫高天。后来四年后老高家又添了一个儿子，名为高君。小凯二人一听，赶紧询问了大爷当年送子的大概时间和位置。很快警方根据大爷提供的信息对比出一个名叫刘虎的人，然而巧合的是，此人在八年前突然从林氏来到了本市做生意，期间做过建材也做过金融，不过几次创业都没有成功。但奇怪的是，他每次失败后都会有资本东山再起。出境记录显示，此人在三个月前刚刚从国外度假回来。由于双胞胎的身份无法通过 DNA 辨认，再加上两名死者都无法获取指纹，所以无法确认车祸案和碎尸案的死者到底谁是刘虎谁是高天。不过结合当年保险赔偿的事情，再加上刘虎那些来路不明的资产，警方认为不管这次的碎尸案死者是谁，当年的车祸都很可能有骗保的嫌疑。随后小倩立刻调查了刘虎的消费记录，很快便发现此人在三天前曾在本市入住过一家酒店，而三天前也恰好是死者遇害的时间。上队得到线索，立刻开车来到这家酒店，在表明身份后，工作人员带领二人来到了酒店的监控室。他们经过一番筛查，竟意外看到当天带领刘虎办理入住的居然是熊美玲。上队看着这一幕，忽然感觉之前调查的那一家人可能全部都在撒谎。回到警局，小倩这边也调查了熊美玲的资产情况，记录显示在过去半年里，她名下的信用卡一直在国外疯狂消费，但出入境却没有她出国的登记，这就说明很可能是刘虎一直在使用她的信用卡。就在众人谈话间，法医小夏拿着刚刚出来的检测结果告诉大家，他在检测碎尸案死者的骨头时，偶然间发现死者的骨质密度很低，这让他想起了一种隐性的基因佝偻病，而这种病是因为染色体的缺陷会有遗传。果然，当他在彻底检查高天女儿的 DNA 时，也发现了这种情况，所以真正的刘虎早在八年前就已经死了，而高天一直在利用他的身份活着，直到三天前他才被人分尸抛尸到了野外。得到证据，警方立刻将熊美玲带到了审讯室。起初此人还打算继续狡辩，不过当上队拿出出境记录和酒店的照片时，女人突然开始变得沉默，不肯再配合警方调查。上队见状，立刻带人来到了她的家里。经过一番仔细的勘查，警方不仅在厨房的肉锤上发现了血迹残留，而且在地板和桌子上也找到很多溅射的血迹反应。除此之外，痕检科还在车库的地面上发现一把曾被血液浸透的手锯。种种线索表明，这里就是死者被分尸的现场。面对实打实的证据，熊美玲也不再狡辩。她称八年前因为丈夫高天好赌成性，欠了很多债，而那个时候恰好刘虎来到市里找她认亲。为了躲避债主，他们故意对车子的刹车动了手脚，然后以需要应酬为由让刘虎先开车回去，并趁机将身份证放进了他的口袋。这样只要刘虎代替他死了，他不但可以躲避债主，甚至还能拿到保险公司的巨额赔偿。可纵然是他们骗过了保险公司，高天沉寂一段时间又开始各种试赌，而且三番五次的来找他要钱。三天前女儿生日那天，他的叔叔婶婶等人还没有过来，高天见他的餐厅最近运营的不错，更是狮子大开口，一下子要500万，要是他不答应的话，高天就打算直接自首，让他变得一无所有。熊美玲已经受够了被这个贪婪的男人每天威胁的日子，于是他直接拿起手中的肉锤便狠狠砸了下去。后来他担心女儿的叔叔婶婶过来后发现，于是先把高天给拖进了车库，然后等晚上的时候拉到山上给扔了。而就在熊美玲交代的时候，此时他的父亲却来到警局说也要自首，他反称那天是高天威胁要毁掉女儿的生活，于是他便用刀直接朝他脖子上砍了下去。事后也是他独自一人将尸体扔到了山上，上队二人一看就知道他们在相互顶罪。不过当警方询问他们作案的细节时，熊美玲虽然准确说出了死者后脑的致死击打伤，但却对分尸的过程显得毫不知情，反而是他的父亲，他虽然不知道死者的死因，但他却很清楚分尸的工具和抛尸的位置，而且更重要的是，他退休之前正是一名医生。现在看来，是熊美玲在厨房与高天发生了冲突并将其砸死，而恰好这一幕被赶来的父亲看到并答应帮他去处理尸体。而高君正在为侄女过生日的时候，他哥哥的尸体正静静地躺在车库里。一集一个悬疑故事，我是莽牛，感谢三连。